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兰医生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两个小伙伴耳朵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他们有着超赞的冷知识。第5个简直会让你傻眼。第一，耳朵绝对是人体的超级音频记录器，可以听到从20赫兹到2万赫兹的声音，比你的狗狗还灵敏。第二，耳朵可不只是听的好手，他们还有平衡的任务，通过前庭器官来维持你站稳如山，不摔个四脚朝天。第三，你的耳朵其实是身体里的小管子，一边连接耳膜，另一边通往喉咙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听力和喉咙有关系的原因。第四，你知道吗？耳鸣并不总是因为精神压力，有时它可能是内耳的小小绒毛受损引起的，像是一只爆炸的音响。第5，准备好了吗？这个冷知识绝对让您震撼。你的耳朵其实还可以品味气味，通过咽喉的通道，它们能够探测到一些气味，但这不是它们的主要工作哦。第6，耳屎并不是什么脏东西，它们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耳朵免受细菌和灰尘的入侵，所以不要一味的清理它们。最后一个，你的耳蜗不仅帮助你听声音，还可以分辨声音的高低音，让你享受音乐的美妙之处。所以小伙伴们，耳朵真是不可思议的器官，它们不仅能让你听到美妙的声音，还有着各种神奇的功能。希望这7个耳朵冷知识让你对这对小伙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。